不知道正式拍卖啊！我刚刚收到一张明信卡，哎，我刚刚收到一个，看到这个就知道谁啦，谁的？台北嘛，对不对？台北市政府嘛，啊、哦，对对对对,对然后柯文哲的字，他亲笔写哦，这个很好笑啊，真很好笑。 真的啦，不是，我是开玩笑啊，市长，你不要认真啊，市长。他说：“馆长啊，你还送我中秋节礼物哦、喔，一直以来都是你帮我，我都没有帮你，甚至去你家孩子吃一堆东西，还带你去吃。<laughs> 可能是，可能是我直播的时候我有提过帝王蟹事件，不是，我只是开玩笑。” 我不是怕你吃，我只是开玩笑，好不好？哥大哥，你尽量吃吧，紧，你看当时有用，我是惊你即码无用。你要来吃，随时不管是你，则提早甲我讲。哎，着马紧，你听无、啊？哎，着马紧。啊啦，哎，马紧啦，食饭了要紧對,、欸、对不？哎，对唔对？马紧啦，阿紧啦,啦，好无？你哎啦，哎啦。 对啦，嘿啦，<laughs> 他自己写的，但是他他有写，我就他有写啦。哦，他他他主要一个主文啦、啊，他的主文就是写说，知汉创办人会见啦、啊，啊日前承蒙承蒙会赠中秋节贺礼，已经收到，龙情友谊，龙哎。 隆情厚仪，特此深谢您的支持是四务团队进步的动力。以后如果任何市政建议，也随时欢迎来信指教。祝万事如意啦！然后下面他就写说，又又写的吧啊、哦，他说如果有我可以效劳啊，可以跟他讲啊，然、啊、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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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刚,刚念的嘛。我去你家还吃一堆东西，还带你去吃，不是人没关系啦。他又写一些事啦，啊，对了。 我们乳清的价格不会给大家失望哦，不会给大家失望。然而现在外面，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外面的价钱都在往上拉，因为国际乳源涨了嘛。我们到时候就会抛抛给各位看的，各位不要先紧，不要不要先那个，不要不要急啦。哦，不要急啦，好不好？我只讲好了，不要急啦。哎、欸。 不要急，不要急，哦，不要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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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止柯比幕僚啦，其实我们台湾，我说实在话，民众党做的不错，时代力量也做的不错，这次的立委评鉴，哦，大家有没有看立委评鉴？哦，有上榜的人，民进党嘛，哦、民进党好多个，然后时代力量三个，很厉害，时代力量超强的。 超棒的，大家要支持实力。然后好像民众党也三个，国民党零个，国民党是零个嘛？我记得啦。哦，那我们在你的痛线哦，我的病毒啊。哦，这个就啊随便啦。那你看哦，这个其实公都盟他们在做这个做这个东西是非常公正的。为什么？因为民众党嘛，民众党啊科批嘛最喜欢跟民进党吵架。如果你说他不公不义的话，为什么民众党会上那么多个？ 然后大家去看实力，实力也时不时，因为他是在野党，他也会去骂民进党。实力上三个，实实力才三个立委嘛，是不是？就上三个嘛。我记得三个全上，所以我觉得这些小党真的蛮认真，咨询率都是百分之一百，提案率好像也是百分之一百。哦，然后民进党也好几个，那国民党是零嘛？还是零嘛？就是没有。那上去那个表嘛，你你传给我。 哎、欸，我就这张表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没有误会的话啦，因为我怕国民党告我哦、呃，所以我我要想清楚哦、喔，不然等一下我又被告。对，因为我骂民进党从来不会告我，我骂我骂国民党说动不动就是被告了，呃、欸，动不动就是被告了。啊，哦有啦，有两有啦，国民党有四个上啦，哦，四个上啦。哦，杨万安嘛，洪孟凯嘛，杨琼英嘛，谢依凤嘛，这算比较正常的四个啦。 哦，那常常上新闻那个就没有了啦。我、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哦，然后实力是真的蛮厉害的，都上了。然后，然后那个民众党也厉害，三个五五个上三个哦，所以蛮厉害的哦。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就厉害啊啦。哦，国民党上国民党也有上了，但是不多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这个名单有啦，蒋万安啦，洪孟凯啦，杨琼、杨琼、杨杨琼英啦，谢一凤有啦，他们有四个啦，那边奖是最多的嘛。哦，然后实力，我就觉得大家都不错啦，小党真的都不错啦，都有上这个东西，这个是蛮准的哦。哦，跟大家报告一下。 偶有余他当然没上啊，偶有余他是市长。好，我们这次哦，我什么党的？我是我自己一个党，对对对对对，我是官本党，呃，没有什么党。 我跟大家报告，我跟大家报告，这次哦选举的那个烟消味已经很浓厚了哦。我有我有开始有点兴奋了哦，有点开始回到二零一九的那个感觉。我发现我最近的影片下面的留言越来越回到二零一九的那个时候的二零一九的那个时候的 feeling 了，有没有？最近最近大家最近大家有没有开始有点感觉？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个奇奇怪怪的账号啊，在下面。 有奇奇怪怪的文啊，哦，是是是是。